我海峡论坛好像每届都参加啊，每届都参加。我觉得这个因为有效，所以台湾方面现在都阻止不准参加海峡论坛啊。所以大家常常说了，海峡论坛有用吗？我说我反过来问你，没有用，台湾为什么要想办法阻止它？就是因为有效嘛。但是你阻止不了的，你挡不住的。